然后就是在另一块布的时候，就是说把它的这一面全部抹胶，然后你都把这整个一面啊，全部都给它抹成胶，抹成一圈的胶，然后这一块烂的地方也给它烂平了抹。就是你晾好，这是5分钟，这样摸着啊，这个胶啊它不粘手，手要不粘的情况下，就是晾3分钟都可以。记住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摊成这个样啊，特别平。然后你晾上两边都刷好胶，晾上5分钟，这块湿布是抹胶的地方，然后一定要给它摊平，摊平就这样往那整个把这一盖。盖了以后，然后就是，哎，你抹了胶，然后用手抠这个边，看能不能揭开的。比方这有揭开的地方，它只要粘住了都可以了。有揭开的地方，如果说有这揭开的地方，然后你就这样抹胶，抹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少等2分钟，再把它按平。就你这个按平了之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一在吹气的时候，它都不影响使用，知道吧？